再讲乜鬼？咩？袋咗好多钱落袋嘛？寻日讲到，好，继续发生一啲咁惊天嘅丑闻啊！校方即刻发出书面通知啊！本校近日已进行审查过往账目工作，以致未能喺未。以致在未來日子建立更完善的會計制度，其餘一切校務運作完全正常。查本校早於7月12日已專函通知黃世明校長暫時休假，以便校方查驗帳目並正式委任處理校長。由聲明可以見到，由93年7月12日即案發前兩日，黃某已經被校方停職。當然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校董會早於在幾個月前已經開始對帳目起疑。事緣有家長向報章投訴該校書保費高昂，每年兩次的捐獻活動，雖然有收據為證，但欠缺用途說明。家長聲言，除非獲得合理解釋，否則考慮向廉署公署舉報。報章向校方求證，引發了一連串帳目查驗，因而發覺多本帳簿和收據不知所蹤。校方在向黃校長發出最後通牒，限於7月9日之前交出所有文件。鑑於黃某未能準時作出交代，所以將他停職，並且令會計劉氏全力追查。校董會另定日期於7月13日開會，讓劉氏將核數結果交給黃校長。追究雖然很嚴，但校董會亦都通過學校的教會牧師向黃校長保證，無論得出任何結果，亦都姑且對他對小學的一種的所有貢獻網開一面，不會將他送官救治。十三號會議將喺早上11點嗰陣，校董將成班人喺會議室度等咗半個鐘，見到黃校長匆匆咁趕到。由於會計員劉容梅久候咗好耐都唔見佢哋，所以校董會亦都只可以無奈咁缺席散會。當時除咗一個人之外，冇人知道劉容梅原來亦都喺身在會議室。只不過他已經慘遭毒手，屍體是鎖在一個會議室的一個儲物櫃裡面，用學生他們用來表演話劇的服飾的裝著這些服飾的盒裡面收埋了。慘死的他雖然跟活人隔很短距離，但都沒有人知道。由生至死亦都是兩個鐘頭前的事。上午8時15分，黃世明約了劉容梅在會議室見面。他們到達了不夠半個小時後，劉容梅就被校長用硬物襲擊致死。裡面的劇情雖然死無對證，唯一在庭上面作出陳述的就是這個兇手。對於他所說的話究竟有沒有說服力，就留給讀者來判斷。校長消失案在1994年5月下旬在高等法院開庭，主審法官為梁少忠，主控官文卓兒作出開庭審訊，指出黃世明校長為了阻止死者向校董會揭露所有的醜行，決意殺人滅口，絕對有懷疑殺死這個會計員劉容梅。主控官同時都去法庭提出，這個校長可能殺人只是一時之氣，假如這個可能性是成立的話，校長這個殺人
罪名就會變成誤殺。他又希望六男一女的組成的陪審團可以將這個王校長這一宗案啊，這個誤殺的事作為一個考慮因素。王校長這個立場雖然受到他雖然否認一切指控啊，他亦非謀殺亦非誤殺，辯稱殺死劉容梅是出於智慧，如果他抗辯成功的話，智慧殺人就無需負上任何責任。好，聽日再講，還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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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排講，吃嘢先，就幾粒板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板，等翻幾日講。我吃嘢先，個天係陰鬼曬嘅。